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把今晚的聚会恭敬的交托，求主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聚会，主啊，来祝福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上帝的儿女，也祝福每个来到你面前寻求真理的朋友。主啊，你告诉我说要寻找就寻见，要叩门就开门。我让你今天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来能够认识真理，能够活出真理。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愿你在聚会中掌权，得一切的荣耀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啊，这两天讲真理与自由。我昨天讲了，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啊。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。”那我们今天从啊，昨天从恩典的角度讲到耶稣基督的自由。没有恩典，我们就没有自由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就是主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约翰也说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啊，是在基督里边。所以从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这句话如果你没有完全的啊来思考它的话，你不太容易理解什么叫做律法。律法就是神的话啊，神的话，圣经的话。律法我们管圣经也叫律法书。我记得我到啊美国国会，我知道啊，去我是来啊来这个思考这个律法的问题。有一次我到美国国会去啊去访问，美国的国会议长那个时候是民主党执政，叫 Nancy Pelosi 啊，是一个女议员啊，她做了美国国会的议长，她带领我们几个人去参观美国的国会。那一圈美国国会在投票的那个大厅里边，有一圈是50个世界历史上来啊这个写法律的或者在法学上最有贡献的人啊，孟德斯鸠啊，一些我们都叫不上名字。那每个人的这个图片呢都是啊这个侧面的，只能有一个眼睛、半个鼻子、半口嘴，那么只有中间这个人是正面的啊，他是两个眼睛的。然后他就问我们，你们谁能认识中间这个人是谁？那么大家一定参美国总统嘛，他看也不像林肯呐、啊，也不像这个卡特呀，也不像里根呐、啊，更不像川普啊，那是谁呢？他就问我们几个，我就猜出来了，我说是摩西吧，他说是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是牧师嘛，啊，如果牧师连摩西都不认识，那我们就很可怜了，对吧？他说为什么你会猜摩西呢？我说因为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世界的所有的法律是从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十诫衍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啊这个亏负人啊，要孝敬父母。所以整整的十诫，世界所有的法律都从十诫开始衍生。所以圣经说律法从摩西来的，律法是让知罪。我们认识了律法，我们能得救吗？比如说你把圣经从头到读到尾，你就会得救吗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律法让我们知道罪，但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。恩典和真理使我们得救。恩典和真理从哪里来？从耶稣基督来，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来到我们中间，成为人的样式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慢慢地将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在饶恕里的自由啊，在饶恕里的自由。我们看到在饶恕里的自由，我们讲到这个饶恕这两个字啊，饶恕这两个字，什么是饶恕啊？我们从一个小故事谈起。我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《悲惨的世界》，大家读过这本书没有？雨果的名著叫《悲惨的世界》，里面有一个人叫然阿让，那台湾弟兄，台湾翻译成叫尚万强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这个翻译的都是不错的啊，台湾大陆翻译都很有水平。然阿让上面讲的很像，那这个人是一个罪人，他偷了面包，被抓到监狱里判了刑。那后来他呢悔改被释放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贾维，他是律法的代表者。他是那个警长，他就不相信这个然阿让会悔改的，他觉得这个人是个罪人，是不可能悔改的。当法庭判他释放他的时候，这个贾维就跟踪他，就抓到他现行犯罪的场景，确实被抓到了。他来到了教会，因为他没有吃的，他就跑到教会。
跑到教会偷什么呢？偷了个银灯台啊，一个银灯台就给偷走了。偷走了的时候，他出去正好被这个贾维碰到，贾维一下逮个正着，对吧？一个大麻袋里面装了一个银灯台，那贾维就说：“瞧瞧怎么样？我要把你抓回去，重新的投入监狱。”然后他就把他带到了这个神父的面前，他告诉神父说：“这个人偷了你的灯台，你只要说是你教会的灯台，那我就把他带走。”那个神父笑着说：“是我教会的灯台，没有错，不过是我送给他的。这个是恩典啊，对不对？是我送给他的。”然后说：“哎，我不送给你两个吗？你怎么能拿走一个呢？这个也拿走，往麻袋里就去装。”这件事情影响了这个冉阿让，他当时就被震惊，他不知道这世界还有这样一个人，能够在他犯罪的时候能够赦免他，能够赦免他，所以他从此真的悔改了。后来他成为一个著名的慈善家，做了一个市的市长，他真的悔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从这段经文谈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饶恕是一个人最需要的，饶恕也是人最美德的最高峰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经常会遇到伤害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会遇到伤害。昨天你看到我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我被通缉，然后呢我的逃亡，什么都没了，学籍开除了啊，当然党籍也开除了，不管你要不要先开除你再说啊。然后呢这个妻子也离婚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身的伤害。我记得那时候我都不能找朋友，我找一个朋友我会丢掉一个朋友，我会给你的朋友带来试探。那么后来我就发现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找，如果我找了我这一生会把它丢掉的。所以人的一生，我相信你们来到澳大利亚，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，你的一生中可能你的领导伤害过你，你的同事伤害过你，你来到澳大利亚移民官伤害过你，或者什么其他的，你的公司老板伤害过你，或者你的在夫妻关系没有处理好的时候离过婚的人，你知道这里边很多的伤害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个信主人，我们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应该是个喜乐的平安的生活。可如果你里边有伤害有苦毒，你不可能有喜乐和平安。所以我们很多人活在捆绑之中。我常常说什么，我说我们的自由不是环境给我们的，如果环境是自由的，可是我们里边没有自由，你还是在最终被捆绑，你还是没有自由。如果我们外边是自由的，可是我们心里面还有伤害不能够饶恕啊，我们还是在捆绑之中，我们还是没有自由。那么自由是什么呢？自由的原文是这样说的，自由的原文告诉我们说，饶恕的原文是charizoma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最好的给你。 charizoma 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本应该下地狱，可是上帝却让他上了天堂，这个叫 charizoma。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观念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边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边，饶恕是走向美好生活的前提。去年年底呢，我看了一个新闻，是陕西的，有一个新闻，一个姓张的，我们张家人啊，500年前可能都是一家的，对吧？这个张家人叫张扣扣，大家知道这个人吧？哈，13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被邻居打死了。那么邻居因为一块房屋的土地发生争执，就邻居的哥三个就跟他妈妈打起来了，打起了一个小孩子17岁的孩子，一棒子把他妈妈打死了。那时候张扣扣看着他妈妈被打死，他13岁。那当然那个17岁的没有成年，就判了几年，后来就放了。这个张扣扣就长大当兵就当了特种兵，就练了一身的武功，就是为了回来报仇。这我们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读中国的武侠小说都是不是这样子？爸爸被杀了，儿子上山练剑，对吧？然后武功练好了，下来杀他儿子，然后他的儿子呢也悄悄地送到武当派，那个就送到什么少林派，反正总而言之杀来杀去杀了5000年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要学习饶恕在基督里边。可是我们如果没有信神，我们确实很难饶恕，确实很难饶恕。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，中国古人有些美德是我们今天人不存在的了。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，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斗争的世界，
对不对？毛泽东说过，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于地奋斗其乐无穷，于人奋斗其乐无穷，十亿人民不斗行吗？七八年我们就斗一次，你会看到，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历史是多么可怕，是在一个斗的这种咒诅中循环，循环。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好像古代人比我们还有些修养。那在这个古代也有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个房地发生冲突的，在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姓张的，也是张扣扣500年前是一家的，这个人叫张英，知道这个人吗？张英可能有的人不知道，但张英的儿子你一定知道，他叫张廷玉，是康熙时代的宰相，丞相，这个很了不起，汉人能做到那么高的职务，非常了不起的。那么张廷玉的父亲是大学士，张英康熙时代的大学士，他的老家因为一块房地跟邻居潘氏发生冲突，那他的家人就写一封信给张英，因为我们的家人在朝廷做官，一品大员，怕谁，对不对？就常委一级干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怕谁？所以就写了一封信，就给他张英说，邻居欺负我们，这个占我们的房产地。那么这个张英呢，就看到了，就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家人。这封信四句话写得非常的好，还很通俗。他就说：“千里送书只为墙，为了一道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所以把这封信寄给了家人，家人看到了就明白了，就把那个墙呢往里边移了三尺。邻居潘氏一看不好意思，也把墙往自己家里移了三尺，所以就让出一条6尺的空巷。这个故事传流下去，后来传到了朝廷，被康熙皇帝知道了，康熙就非常的赞赏，就给赐了一个牌匾给这个六尺巷，就起名叫六尺巷，写了2个字叫礼让。咱们古代的人懂得礼让，那我们今天的人呢？夫妻之间懂不懂礼让？我常常做牧师的，就是辅导夫妻关系，占我们很长的时间。我发现在吵架的时候，没有礼也没有让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们还是信主的，我们有时候发现教会同工们之间、牧者同工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也没有礼让。我们做基督徒的，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代的大学士吗？所以，我们这些问题在我们生命中积累下来，就变成生命的苦毒。生命的苦毒，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，我们生活一个彼此伤害的世界。因为人和人之间，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彼此伤害的。所以过去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叫人本位，人是第一位的，而且个人的权利是第一位的时候，我们也会造成彼此伤害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边讲到饶恕的时候，上帝讲到饶恕的时候，那个意思就是永远的饶恕，而且不在于你怎么样的伤害我，我要永远的饶恕下去。所以我们看到一段经文，我们今天看饶恕是主的命令。我们看到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22节。那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到天国，讲到天国的原则，然后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天国的比喻。讲到天国的比喻，就是讲到饶恕的问题。圣经说，那个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”这段经文对话蛮有意思的哈。彼得到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一个弟兄得罪我。”一会儿讲弟兄，一会儿我再讲不是弟兄的啊。这个我们先讲主内的弟兄。那么弟兄得罪我，该饶恕多少次？永远的饶恕下去嘛。你70个7次，如果你70个7立方，你给我算多少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中国人饶恕几次呢？我们中国人饶恕2次，没有4次。那4次是犹太人4次，中国人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很清楚。那么犹太人是4次，那彼得就觉得我是基督的门徒，我应该超过犹太人，对不对？我7次总可以了吧？因为7是一个
完美的数字，对不对？所以七特别好，基督教特别强调这个七，对不对？那我爸就生七个孩子，我常常很感谢我爸生七个，我爸要生五个四个就没我什么事儿，我是第五个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生到第五个再生出个牧师来，感谢主。所以你就看到，当把彼得问耶稣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当时饶恕几次？耶稣告诉他七十个七次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饶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得到释放，我们自己都得到释放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段经文哈，这个尼布尔有个神学家说，人没有能力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。我们有能力吗？没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人可以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，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，可以改变的。最傻的人是改变不能改变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不能够学习饶恕的话，我们的生命有一片的黑暗，我们里边有个痛。有的人一句话我们就会蹦起来。我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痛，你知道我这个痛是什么呢？我小时候呢，我就知道我长得不好看。我什么时候知道我长得不好看呢？我八岁那一年，我在家里写作业，我的外婆从乡下来到城里，啊，然后她就看到我就吓一跳，啊，因为我长得特别黑，那时候还没有长开，好像榆木疙瘩还没长开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越老了就长开了，你知道吗？人有的得给他时间等待。然后呢，我的外婆就是看着我就说：“哎呦，这孩子高粱地出来吓死人！”你说，我跟你讲，那一代的老人是不太会讲祝福的话的。这句话一下在我深深扎在我里边，我怎么高粱地出来就吓死人呢？对不对？我的自尊心一下受到伤害。那我的妈妈就看着我就替我辩护，我妈说我这儿子挺好的，就是黑了点，其实挺好的，念书可好了。外婆说那有什么用啊，你要给他存点钱，你看他长这么黑，将来怎么可以找到对象呢？我就听黑怎么了，哦，黑找不到对象。那我的外婆就说你要给他存点钱，将来城市里找不到，到农村300-500就能说一个。My God， 这个我这个伤害带了我十年，你知道吧？我到18岁的时候，我才开始第一次谈恋爱，才开始放下这个伤害。人家没跟没想我黑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个我从小，所以谁要说我黑，我就跟谁打架。为了捍卫尊严，打得鼻青脸肿都打。我怎么就黑了呢？对不对？后来你知道这个包袱其实彻底的得到医治是信主以后啊。彻底的一直是来到美国以后，发现美国比我黑的人多了，根本就不忧虑，对吧？你看人家那个打篮球，你看我们那个 Laker， 对不对？ Kobe Bryant 夸扣篮那个多黑呀，比我黑多了，对吧？所以人不，上帝创造不在于黑。你知道还有很多白人朋友羡慕我说，哎，你这颜色怎么晒的？我说晒什么，上帝造我就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颜色在美国最 popular 最好的颜色，不黑不白。你看白人要去晒晒不出来，那黑人要整容也整不出来，那感谢主最好的。所以上帝创造你给你的都是最好的，你要学习欣赏你自己。你们，你每天照镜子你怎么看？你一照镜子就想，哎呦我要去整容，那错了。你一照镜子一看，感谢神，上帝怎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，独一无二，没人跟我一样，对不对？这就上帝爱你呀，对不对？他让你跟别人不一样，没有一个树叶是一样的纹络。上帝爱你，造你给你独特的样式，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欣赏你自己，欣赏你自己。所以当我们与人发生问题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自信心不够啊。中国人常常是我们常常自傲，其实自卑也是一种自傲。自卑是另外的一种自傲，人家说不得，其实没有关系嘛。你看到这个美国很有意思，美国最被人喜欢的人就是喜剧那些的单口相声的演员，他们都拿自己调侃，他不敢调侃别人，调侃别人告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能调侃他自己，哎，大家觉得这人很可爱，他也能给带来欢乐。所以我看到圣经说什么，说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比许坚固城还难。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，所以人和人结怨不太容易解决的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该怎么解决？
彼此饶恕，彼此饶恕。怎么样能够彼此饶恕呢？就是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去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。所以再说一个今天有人问我的一个问题，他就问说，如果这个人伤害我，他没有信主，我该怎么办？那也要去饶恕嘛，没有信主也要去祝福他嘛，对不对？当你祝福他的时候，他说他不配怎么办？圣经的原则，你要为他祝福，如果他不配，这个祝福就归向你了。所以你要想谁又不配祝福呢，你就赶紧给他祝福，都归你。明白？你想谁伤害你，谁特别坏，谁都特别不适合被祝福，你就天天祝福他，祝福他，祝福就归向你了嘛。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边还是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的里边没有得完全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那么这位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呢？是约翰，对吧？约翰会爱吗？约翰是原来最不会爱的。约翰有一个外号叫雷子，脾气相当之大。约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，这两人脾气都不好。有一天耶稣带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撒玛利亚人没有信主，你知道他们说什么？耶稣啊，你就降天火烧死他们得了。 你看这个传福音的目的就不存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来布道，你没有信主，我不能上帝让他下地狱算了，我不可以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今年没有信主，你下次还是有机会的。今天圣灵没有感动你，下次圣灵还会感动你的。就这样一个人，后来还争官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把他妈妈也搬出来，他的母亲对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如果德国做王的时候，让我这两个儿子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雅各在左边，约翰在右边，那彼得在后边想：那我在哪儿？我是大使徒，你这不制造矛盾吗？对不对？这样的人到晚年的时候。”他讲出这样话来，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他，神改变他，对不对？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，啊，他从约翰福音到约翰一二三书，到他写启示录，对不对？他被称为爱的使徒，为什么？他生命完全的被改变，到老年的时候，所有的使徒都殉道了，唯有他还活着，在拔摩海岛，啊，他在那写了启示录，当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。你记得约翰是怎么说的？他介绍自己像众教会，那是个时候教会唯有这一个使徒还活着，而且是跟过耶稣、写过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二三书的人还活着。他怎么介绍自己？他没说我约翰是使徒，我约翰是主任牧师，没有，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，在耶稣基督患难国度忍耐中有份的。所以你会看到他介绍这样介绍自己啊，我将让所有的教会的领袖们都效法他，因为他是个爱的使徒。所以他说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他没有看见的上帝。爱上帝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命令，领受的命令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感谢主，雅各也说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人与人相处的时候，雅各告诉我们一个相处的秘诀，就是三点：快快的听，大家一起来说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还有呢，慢慢的动怒。你别看到吵架的时候，他还没等说完那句，他就上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再讲了，我知道你说什么，你说的不是那意思，我根本就不是那意思，就吵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每一种罪的根源都是自我中心，每一种罪的根源都是我们的肉体来主宰我们的生命。所以这些罪需要基督的恩典来除去。所谓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衣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能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所以加拉太书说得非常清楚啊，说我们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么既然主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，我们难道不能够饶恕吗？
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怎么表现的。如果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看到罗马兵丁就是说，你们小心啊，你们今天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告诉你哪天我审判你们，我告诉我天父降下十二营的兵把你们都杀了，烧死你们。耶稣没有那么说，他也没像中国的英雄说十八年以后我又是游丁好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我们也感谢我们这位神这样的爱我们，他给我们一个爱的权利。他说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因为爱就除掉了刑罚。我这个非常有体会，我八九年逃的时候我那是惧怕呀，我惧怕，后来我发现这个办法特别好，叫爱，见怕的人你就爱他，你就不怕，对不对？我一见着警察我就主啊让我爱他，那我立刻就不怕了，对不对？我一看那警察我想到我哥，我哥就警察局局长，对不对？我姐夫也是警察局的，对不对？是管户籍的，这都很有权利的人呢。我一看到我就想到我的家人，哎呀，见着他们就充满了感谢的样子，就不怕了，他就不抓你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记得我在那个逃亡的时候，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个火车上前面坐了两个警察，这个车座你也不好换，人都很满，我那一坐他俩就盯着我干。我就在吃烧鸡，我说要不要吃啊，他不吃，他看我说，哎，看你怎么面熟啊。当时我的那个吓得心脏嘣就跳到这儿了，但是我就想到要爱他，爱他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。我就说那你看我像谁呀？他说我看你像天门一个学生。哎呀，我就说你看我像王丹还像乌尔开西呀？他说你不像不像，王丹已经抓住了。那我第一次知道王丹抓着，警察告诉我的。然后这个乌尔开心逃出去了，你像咱们东北那个张伯礼。我一想那不正是吗？我说那抓住没有啊？聊天嘛，谁也不会，对吧？一不怕了我就会聊了。我说抓住没有啊？没抓着。我说那怎么没抓着呢？那人就不高兴，你说什么呢？那么好抓的，你去抓呀。他给我发脾气说，行行，别，我知道是不好抓，对吧？他说当然不好抓，有一个人拿着我烧鸡就啃，说能抓住他我不也上北大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后来另外一人说，我告诉你，坐你对面你都不见得认得出来。你看，如果那天我要怕他们，我一抖那不就抓住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就爱他，爱他，爱的他就认不出我来。他会想到一个通缉犯会爱他吗？不会的。所以我就爱，我到现在都很爱他们，我一点都不怕他们，有什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，见到我就向他传福音啊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要在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这第一点啊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说，我们这个要放弃留存恨意的权利。我们看几段经文特别宝贵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读圣经就会在里边挑这个语法的问题啊，历史的问题啊，我们会挑。记住弟兄姊妹，这卷书啊，这本书啊，不是科学的书，这本书是信仰的书，信仰的书。我是学文学的，当我读诗歌我就不能按照读小说的方法去读，我要读小说就不能按照读历史的方法去读。我们读不同的文体的书，我们要不同的方法，你才能找到那个书的美，对不对？圣经是关于我们生命的书，他说的都是关乎你生命的问题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，我们看几段经文，在旧约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发怒的人是没有见识的人。那然后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然后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七节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论断过人没有？你可能没有当别人面，你心里边论断上帝都是知道的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或者我们不仅是心里，我们嘴上也没少论断。为什么教会会发生问题？为什么家庭会发生问题？为什么弟兄姊妹之间会发生误会？都是因为有些人乱传谣言，对不对？传来传去，你自己都没有见到他，你对他产生印象不好，对吧？有人我就不想见到这个人，因为别人告诉我如何如何。可是你没有见到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圣经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因为不被定罪，
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，啊，必蒙饶恕。我们还下边还有经文，我们再看这段经文，倘若这个人和那个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，我们看到的以弗所书上讲到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刚才教了大家一个希腊文叫什么 ？charizoma， 所以这个 charizoma 就表示无条件的饶恕，有条件就不叫饶恕。啊，有条件那个叫讨债，或者那个叫条件的交换，饶恕是不再计算，不再计算，饶恕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还有一段经文也很宝贵啊，我今天不读了，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图片，这个图片选择不饶恕会怎么样子呢？你看这个是一个沟，啊，这个沟，这是一个毒沟，这个毒沟，如果你不饶恕的代价是你这沟子沟在你的心里边，也沟在别人的身上。当你一动就会痛，一动就会痛。我跟你讲，我除了这个牧会以后，我业余的时间最爱干的一件事就钓鱼，因为我跑在山里那两年是靠钓鱼活下来的，所以我钓鱼很有体会，我钓鱼很快乐。你知道钓鱼能治忧郁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我有一个原来我有个助手，她是忧郁症很严重的一个姐妹，她钓了三年鱼。当然这三年也在教会里聚会啊，听神的话，然后他业余时间钓鱼，后来他完全好掉了，啊，完全好掉了。就钓鱼很有意思。原来我在华东人，我们家住在离湖边不远，我每天早上6点钟我就跑步到湖边，大概跑20分钟，然后我就开始钓一个小时的鱼，我再跑回来20分钟到家里吃早餐，正好每次我回来都一手能逼了两个大鱼。我专钓 bass 鲈鱼，别的鱼不好吃，鲈鱼好吃，啊，一钓这么大。有的是十几磅，有的最少都2-3磅大鱼。啊，有一天我钓这条大鱼，我估计大鱼超过10磅，因为那线是20磅的，20磅的线钓10磅的鱼都容易被挣断，因为它有超大的力量。这个鲈鱼吞到以后，它吞呢，它因为它是你用那个鹿眼的假饵刚走了，哐一口推进去，吞到肚子里边去，然后它用水来把它想把那个鱼钩给它甩出去，你要不小心会甩出去，你必须蹬得很紧，然后摇，跟着它走，最后它没劲了，你把它拉上手，抓住它嘴就拎出来。就在我拎着嘴的时候，这个鱼我看那么大，人家高兴坏了，那天跟我们全团气全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伸手一拎着，它一挣，嘣，断了线，那个鱼钩就勾在它的嘴上，你知道吗？它就跑了。哎呀，我就很痛苦。不是痛苦别的，那钩在他身上他多难受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回去跟师母说，师母说这鱼这么大都经过多少风险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家能逃掉，有经验的，对吧？哎，你算了。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？半年以后我钓鱼发现了他，那个鱼钩还在这挂着。哎呦，我就怜悯他，我想你过来给你摘下去，把你放了得了。那他也听不懂我说什么，我就能够懂得这个勾在他的身上，他怎么吃东西。因为鲈鱼吞，他不是一点点那么吃，你知道吧？他哐一口，一口他吞一下疼一下，吞一下疼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不能饶恕这个勾，在我们心里也是如此的，弟兄姊妹。你不能饶恕是把你自己害了，你的心理层面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也跟彼得讲了一段话，你看到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，这段话在这儿呢，耶稣，我念吧，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，彼得问了耶稣的问题以后，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。耶稣怎么说的呢？耶稣说啊，有一个人，他欠了别人的钱，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。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来。哇，这人真能欠，比我欠的还多。1000万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之物，主人就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来偿还。那个仆人呢，就俯伏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”
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了解这一千万的银子是有多少。一千万，我们很多的人讲说他欠了一千万两银子，这个两不是两，这里没说两，他是一千万的银子。这个单位叫塔连德，塔连德，塔连德多少呢？一个塔连德，新约解经权威叫 D.A. Carson， 他说是72磅，七十二磅。这个人欠1072磅的银子，他怎么欠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怎么欠那么多呢？他怎么能还得清呢？他一辈子只能赚一个塔连德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一千万个塔连德，不是一千个塔连德，是一千万个塔连德。他怎么还？就说明这个人欠的债，就表示人的罪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偿还的，人的罪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赦免的。所以中国人总想用功利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啊，用功利的方法解决我罪的问题。前几天中国有一个电影演员叫范冰冰，大家都知道对吧？他偷税漏税，他还了多少？8亿。他可以用这8亿来交罚款，免去他牢狱之灾，这个是这个、可以的。但是在天堂是不可以的，天堂是不可以的。天堂你不可能用你的努力金钱来买了永生，金钱可以买了永生吗？不可能。那么今天那什么能买来永生？认罪悔改，这是最最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人很聪明，他欠了一千万的银子，塔连德，他就跟他主人说：“主啊，饶恕我吧，我将来必能还清。”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假的吗？他能还清吗？他还不清吗？但是他有个态度，这个态度是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说我必还清，那就是我用我毕生的能力来还这个钱。那主人就动了慈心，这个慈心就像那个昨天我讲那个父亲就动了慈心，跑去连连抱他与他亲嘴，那个慈心是表示神对人的饶恕和赦免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就被赦免了。他的主人说：“好了，我赦免你了。”这叫什么？恩典，对吧？你昨天讲的这个恩典，恩典。那当他拿着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，这个仆人就出去了，遇到一个同伴，欠他10两银子，这是用两，这不是塔连德啊，这是两，欠了10两银子，就揪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你掐着你自己喉咙试一试，你掐着你旁边那喉咙试一试，但是掐喉咙是最侮辱人的，你知道，你比打他一拳还侮辱他，你掐着喉咙就喘不上气来嘛，对不对？那不就掐死了吗？对不对？他掐住你喉咙，然后他说：“你把欠的还给我。”10两银子嘛，人家能还清。然后他那个朋友就说，央求他，跟他央求的主人是一样的话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不肯，竟把他下到监里去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，这个是已经是过去式，是还了，他才能够饶恕他。他的同伴看到了以后就心里不平，然后呢就把这事告诉了他的主人。于是他的主人把他叫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所欠的债。那耶稣在这里讲了，他说：“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”所以当我们看到从关系的层面来说，饶恕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必须的，因为神饶恕了我们。和好是一个基督徒生活中的准则，要与所有的关系和好。比方说我们要与神和好，对不对？首先我们要与神恢复关系，然后我们要与人和好，我们要与人恢复关系，然后我们要跟自然和好，我们要跟大自然恢复关系。过去我们与天奋斗，与地奋斗，与人奋斗，全部是斗，现在我们要与天和好，与地和好，与人和好。你们哈利路亚。那我就来到澳大利亚，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这里的人生活非常悠闲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，当然我没有深入到你们生活之中。我就看到连自然都跟人很好，你看到我们出去玩去了，这个鸟就落在我们头上了也不怕，你在中国早就炖一锅汤了，你知道吗？多好汤啊，你知道吗？
都落上来了，因为我还没给你们看照片，我们照的照片真的很惊奇，对不对？那个熊抱在树上睡觉，你怎么看它怎么照相它都不理你。在中国你还敢在这睡，中国的熊的耳朵都特别好，一看人来了赶紧跑，噌呀也跑，你知道吗？这熊哪都不动。你知道早上我早上起来灵修，我住在那个南澳的一个葡萄园的酒庄里边，我早上灵修的时候我就在那读圣经，这个袋鼠就在那看着我跟我一起灵修。这样后来我就很新奇，我就叫我们的朋友赶紧出来看袋鼠过来过来，他跑了，你说要不他们就满意，多待一会儿让我们看看多好，腾腾就跑了，你知道这个。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牛，那个牛在挤奶的时候排着队整整齐等着，一个一个等着挤奶，没有一个加塞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们中国的公共汽车什么样子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会首先是恢复跟神的关系，你们。我就想到这个十字架，你看这十字架是一个关系，实际上是个关系。过去它是个刑具，是杀人的刑具。人类没有想到上帝用十字架的智慧来使我们来认识这个神。十字架是一个杀人的刑具，是一个咒诅的记号。那个时候犯了最大恶极的人才能够钉在十字架上。你像罗马公民都犯多大罪都不被钉在十字架。大家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，保罗是怎么死的？保罗是砍头而已。钉在十字架是痛苦和羞辱，因为钉在十字架人不会死，他可能有的过了一个礼拜才死，一般都得过两三天才能死。耶稣是最快的，嗯，他钉在十字架是三个钉子，两个手，一个手一个钉子，都钉在神经最敏感的地方钉上，然后两个脚并在一起，一个钉子钉透，骨头都钉碎，钉上去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他没有死，他的血就一点点流嘛，然后他就不断的在涌动，因为他往下一走，他喘不上气儿。这肺在这就压着喘不上气，他必须往上挺才能喘上气来，所以他一挺一挺是很痛苦的。你们看过耶稣受难记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在钉上的时候，他要把他衣服全部扒光，一点都不留的。因为我们现在你看，他天主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有一个围的一个布，那是后来的人对我们主的尊重才放那块布，其实历史上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所以在你钉十字架，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妈妈、你的父亲都在看着你，你这种羞辱带给全家族的羞辱。所以圣经说，那挂在木头上是被什么？被咒诅的。所以人类的罪就是应该被咒诅的，但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被咒诅，因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在义上活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你们。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个关系。这一说我就常常想，你看人在发明这十字架刑具上没有想到上帝人都会钉在上面，这一数其实表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人与神的关系，一横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如果耶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一点意义都没，他就是个刑具而已。但神的儿子钉在上边，我们通过耶稣的宝血与天父和好，你看人与神和好，恢复关系。通过耶稣的身体，我们与人和好，因为他死是为我死，也是为你死。我们一个神，一个主，一个信，一个喜，一个圣灵，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在基督里边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与神恢复关系，我们就要与人恢复关系。好多的弟兄姊妹啊，真是我看到，当他们与神恢复关系，他们就开始改变。有的夫妻都要离婚了，都快上法院了，信了耶稣基督，哎，与神恢复关系，说我们再试一试，我们可不可以恢复关系？后来就，哇，不仅恢复关系，还生了一大堆孩子，嗯。你看到很多的这种见证太多太多，恢复关系。我们有一个这个牧师，我的好朋友，这个牧师很特别的，这个他台湾人，台湾东海大学毕业来到美国，来到达拉斯。他读完大学以后呢，他没有去找工作，那个时候中餐馆特别赚钱，他就办了个中餐馆，夫妻两个办个中餐馆就打拼嘛，刚开始对不对？那生意是不错的，但是夫妻两个总吵架。为什么吵架呢？因为审美观点不同。这个先生就希望这个灯亮一点，能看到客人的脸，能记住，下次来能记住。那
妻子就希望灯暗一点，能够浪漫，对吧？这个灯暗就显得比较浪漫。那说两人因为这个吵架，因为什么都吵架，就是吵吵吵，婚姻吵破裂了，要离婚。啊，离婚的时候两人也达成协议要离婚，离了就离了吧。然后餐馆给了太太，丈夫就是叫净身怎么样，就出户，就出户就走了。但是丈夫说我不完全净身的，因为有一个大厨欠了$30,000的钱。$30,000很多钱呢，就是30年前呢，对不对？他想，哎，餐馆给你了，我拿$30,000，我再开个餐馆，不就好了吗？哈，他就找那个大厨要钱去。那天他说下午4点钟，天已经有点黄昏，他开到一个 apartment 下边敲那个大厨家的门，那大厨给他打工呢，原来那大厨打开门一看是他，吓一跳，他说我来拿钱，咱们不是约好了吗？今天我来拿钱，我就走了。你也知道我离婚了，我要开始个新的生活，啊，过去就都过去了。那人说那你等一下，你到车里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钱。他就到车里坐在那里很高兴等着这个钱来。结果那个人呢就从房子里下来，拿一个小提包走到他跟前，把拉锁一拉开，他以为是钱呢，拿出一把手枪。那他说的，哎，奇怪，要我加油门赶紧跑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会跑，我是逃很出名的，我就会逃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不能硬来的，我不跟你说理的，这个时候不能说理，撒腿就跑，因为你不要给他犯罪的机会，你知道吧？不是为自己想，你为他想啊，他犯罪他怎么办，对吧？哎，你要学习聪明，你千万不要制造别人犯罪的机会啊。如果夫妻吵架，一个人发怒了，那个最好赶紧走，不要急了，他帮给你拿擀面杖一下打个包，你不白打吗？你还能怎么还能给他打个包啊，对不对？你赶紧跑，他那个油门车门就在那开着，马达是发动的。他说我当时要一踩油门我就跑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他跟人讲理，他说，哎，你欠我钱又不是我欠你钱，你还敢开枪，我叭叭叭四枪。他说四枪都打到他肚子里边去了，他那天晚上喝了很多可乐撒了一地。哎呀，这个他说我就看到那个天啊，那个天啊就暗下来了。醒过来的时候在手术室正在输血，医生在输血，一大帮人在动，然后醒了醒了，这个他太太在那个旁边看着哭呢。虽然要离婚了，那还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就太太来了，谁都没来，在那哭呢，然后呢，那个就来了一个牧师，像我昨天讲的神父一样，那个牧师来了，说的，弟兄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你要信耶稣，你这是活着机会不多的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是九死一生的，你4颗子弹在里边呢，都得挖出来的。你要信耶稣，你赶紧拉下我的手，他都不能说话，一灌着氧气嘛。他就攥着那个牧师的手就不撒开了，那牧师使了很大劲才把他弄开，对吧？这是挺吓人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也送过很多临终的人，拉着我的手都不松开的。当然我不会赠掉他，我就让他拉着，我也攥着他的手，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。他对世界的迷恋，我那种留恋，我能够体会到，啊，我能够体会到。那个拿掉了，他就使劲抓着的手，就表示信主了。你知道他没死，4颗子弹都挖出来。他活了，活了还离不离婚了？那离啥了，对不对？你4颗子弹4个洞，人家跟你就不错了，你还离婚，知道吗？好了，夫妻和好了，就没这四枪还打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打好了，那你何苦用这四枪？好了，然后呢，他就进达拉斯神学院就读书去了，啊，据说讲到那一期第一名毕业的江里镇牧师。非常的棒，讲道非常有爱心。然后呢他就去法庭作证，就救这个人，他就认识了主，他觉得我应该饶恕他，耶稣饶恕我，我应该饶恕他。他就作证说那天他喝酒了，那人喝酒了，喝得很多，我就用语言激怒了他，所以他向我开枪，所以那人就被判了，只判了几年而已，很快几年以后就释放了。而且那人不仅释放了，那人在监狱里还信主了，所以他俩成了，一个是牧师，一个是弟兄。如果他俩在里开一起开个教会会怎么样？你告诉我，有可能没有？在基督里没有不可能的。后来他说有一天呢，他去某一个教会讲道，他跟他太太一下车，就看到教会门口牧师在那等着他，还站着一对夫妻，
就是像他开枪的那个大竹的那对夫妻。他说走到那儿，我太太就走不动了。他说这个腿就往后走，就往后走。他说我就拉着他，他说我不能走，我无法面对这种事情。你看饶恕是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不容易。他说那天真的是神给我力量，告诉我你不饶恕你的弟兄，天父也不饶恕你。他说我就走到前面去，那个弟兄过来抱着他，两个人在那里哭，两个太太离得挺远也在那哭。他说那天讲完道了，这个大厨自己办了个餐馆，从监狱里出来，就在他的餐馆摆了一大桌的最丰盛的晚宴，等待着他夫妻来向他道歉。他说他太太也来了，他们坐在那里，但那个心里的那个煎熬，那种克服，真的需要神的恩典，不容易做到。他说我太太坐在那里头都不敢抬，手一直在抖。他说我就拉着他的手，这个弟兄和他的妻子就拿起酒站起来向他鞠躬，说在主的里边求你们饶恕我们。哎呀，他说我立刻就想到诗篇23篇，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。你又高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父辈满意。我们人生都会遇到坎坷难处，我今天能够传福音，我已经饶恕了所有伤害过我的人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见到陈一彤的孩子，我会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见到李鹏的孩子，我会不会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见到邓小平的孩子，我会不会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想我会的，我会的。因为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，他们觉得是为真理，但他们伤害了那么多的人。可这些人如果不信耶稣会怎么样？这世界会怎么样？这世界就像中国古代一样，上山练剑嘛，对不对？练完我们就是一代代的报仇嘛。但是在基督里边，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你们让这个苦毒不在我们里边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今天先认识了神，神赦免了我们，我们也当赦免其他的人，赦免其他的人。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到18节说，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们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出于神。当你饶恕就带来祝福，饶恕就带来好处。如果你不饶恕，你就生活在一个苦痛之中，啊，你的生命就不太一样，啊，你最后你变得，最后你自己都变得什么样，你都不晓得的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要活成一个真正的健康的平安喜的人生啊，就要学习饶恕。离过婚的也要饶恕，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离了就离了，那都是不认识主，认识主了，我们就不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说离了换一个就会改变，不一定，你知道吗？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对吧？就像有句话说，天下乌鸦是一般黑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一个白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所以你最好你自己能够解决自己，让自己的心理强大。我当年89年，我的妻子也跟我离婚了，我都没有签字的权利啊。她上登报《法制日报》，中国《法制日报》。一个报纸广告，我当年说离你悄悄离，你这丢人，全中国都知道，对吧？你这多丢人，就离了。知道我心里边有没有恨呢？恨倒没有，但是有怨，啊，有怨。后来常常跟女儿谈这个问题，我就常常说你妈妈真的是不容易，嗯，你千万不要怪你妈，但是你别怪爸啊，爸也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女儿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她真的是她很多的苦读啊，12岁，她就是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没有陪着我长大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觉得非常亏欠孩子。有一天我跟她有一个谈话，我就说孩子啊，你生在一个不一样的家庭，你经历了不一样的经历，说明上帝看重你。为什么他没给我比别的孩子这种经历呢？说明你能承受得了。他说你不要跟我乱讲，我不会的，我承受不了啊。他很谦卑，倒是我承受不了，知道。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你应该感恩。他说为什么要感恩？我怎么感恩？我小的时候我一开门家里一大堆警察抓你，然后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来到美国你也不管我，我怎么不管他？我每年都去第一次申请他拿不到护照，我怎么不管他？我能不管他吗？
然后我妈妈也不管我啊，你们都不爱我，你看这孩子多可怜。我说女儿，如果你带这种心态生活，你一生会很痛苦的。就像我们刚才，我不能阻止那些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不让那个发生的事情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要接受现实。我说因为你为什么要感恩，你要知道跟你同样大的孩子很多的父母都不在了，当年就在广场就死了，不在了，有的还在监狱里边。你虽然你的父母离了，可是你的父母呢都活着，你要见哪个就能见到哪个，我们还都爱你。你要带着这种心态生活，你的一生会很悲惨。女儿后来学习改变，恢复跟我的关系，恢复跟她母亲的关系。后来她上大学第一个学历她读的是心理学，所以我说读心理学的人大多自己心里都是有问题的。她在读心理学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先解决他自己的问题，然后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，对吧？因为圣经也说了，说我们经历的苦难是让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。如果你没有心里没有问题，你读的就不那么好。我女儿读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当然后来她改医了，就改了学医去了啊。她现在做了医生，所以她的医生做得很好。她不仅能做医生，医治人疾病，还能做心理辅导，啊，所以她的那个患者就特别好。啊，知道师母得脑瘤的时候，那他天天辅导师母，知道辅导他妈妈，他妈妈就每天跟他妈妈读一本书，关于心理学的，然后说你这个要怎么调试自己呀？我看一个女儿长大了，可以辅导博士了，知道我太太是博士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太太一看，哇，这个好，她病好了，她也去读心理学去。因为我们家一大堆读心理学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读心理学会怎么样？都用专业眼光看人的，所以那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的时候，这个有的时候你不能够太认真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感谢主，当我们孩子们在主的爱里边成长大的时候，有一天女儿跟我说：“爸，说你知道，她十二岁信主，读心理学并不能帮助我，还是耶稣帮助我。”耶稣帮助我，读心理学只是个方法而已，但最后还是神的话。你要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，而且是无条件的饶恕。凯尔佐马什么意思？本来该下地狱，我们却让他上天堂，对不对？这个饶恕就是神的命令，是命令。这个命令如果你遵守，你就得到祝福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看到这三点，第三点，你看到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到这段经文很特别，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创世纪的41章50节到52节这两节的经文啊，这个非常的特别。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呢？说约瑟呀，给他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。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然后他给他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，括号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因为他说神是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我们大家知道约瑟啊，我那天我到费城，我看到一个大型的歌剧《约瑟》，这个大型的歌剧太大了，演员有300多人，啊，骆驼都牵到舞台上去，你看多大的舞台啊！那骆驼一群羊啊，呱呱，真的都上去了。我们在底下就像置身在那个旧约的历史之中一样。10000多人在看，每人的票都60到100，很贵的。你说那一场他赚多少钱啊？我就想，算，我们还得排队买票啊。我就去看约瑟，是一个他爸爸最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他最爱他的儿子，小的时候是非常的聪明，是一个会做梦的孩子。他的父亲给他做了个彩衣，别的儿子没有。知道吗？因为他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的孩子，第二个太太，所以那么这个其哥哥们就妒忌他，就是一看他来就说那个做梦的来了。你知道他做了个什么梦呢？他就做了啊，他这个有一天啊，这个一群河捆向他下拜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这些河捆呢，就是表示他的哥兄弟嘛啊。他就要做王啊，他就跟哥哥们说：“你这多傻！我要做这梦，我绝对不会跟我哥说的，我不会说，我就藏在心里边反复思想就可以了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祸从口出，
然后他有天他又做梦，梦到太阳月亮都向他下拜，他这个星星还有他这一说，他爹也妒忌，他爹说我也拜你吗？对不对？因为太阳表示父亲嘛，月亮表示母亲嘛，星星表示哥兄弟嘛，那这个人会做梦，结果后来被哥哥们妒忌，说把这个做梦咱把他杀了得了，让他看他做什么梦，就把他扔到了一个那一个沟里边去，然后呢就告诉他爸爸说他被狼吃了死了。然后他爸爸这个约瑟就凄凄惨惨，这个雅各就凄凄惨惨的，因为最爱的儿子没有了。可是约瑟被哥哥们扔到里边，这是多大的伤害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亲人之间的伤害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伤害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带领他一生啊，他在他一生中这是一个伤害的经历。弟兄姊妹，你最好使你的孩子从小不受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说棍棒之下出孝子，不要以为说对孩子严厉孩子就能出息，孩子需要的不是严厉，孩子需要的是理解和爱。我从小是在我父亲的棍棒中长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到我信了耶稣基督，跟我父亲和好，一直到我父亲离开这世界，我才想到他我会流泪的。我知道我父亲的爱我，中国那一代人的爱的方式是不合乎圣经的，你知道吗？圣经真的就像这个老父亲，我觉得那个老父亲那真的是好父亲。我们做上帝儿女的，我们要像那个昨天我讲的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老父亲爱我们的儿女，给他们正面的引导，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私有的财产，他们是上帝的产业，你们托给我们托管的，我们没有权利伤害他们，我们只有去无条件的爱他们，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爱他们。后来这个约瑟就被卖到了埃及，在埃及呢他很幸运被斯蒂法埃及的卫戍司令给他弄到家里去了，他给他做奴隶。可是因为他非常的聪明，所以这个卫戍司令特别信任他，就把家里所有的都给他管，他就做了管家。可当他做管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，这个卫戍司令娶了个年轻的太太，你知道吗？可能不知道是第几奶，那不知道，反正很年轻，就喜欢看中了约瑟这块小鲜肉，然后就引诱他。约瑟就不愿意得罪上帝，就拒绝他的引诱，好了，又被他诬陷给扔到监狱。你看约瑟从十七岁到他三十岁这段时间他都在苦难中度过的。后来他给那个他在监狱里他有两个监狱的同伴，一个是膳食长，一个是酒正，是两个法老身边的高官，因为贪污腐败坐进了监狱，关在他的旁边。当他关在他旁边的时候，他就给他们圆梦，他说一个你要被放出去，一个要被杀头，结果也说准了。他就说告诉杀放出那个酒正，说你要出去能在法老面前告诉我的冤屈，我要得自由。他说没问题，放心哥们儿，我出去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啊。结果一出去就把他忘了。你看他多少伤害，一个又一个伤害，一个又一个伤害，从十七岁十几年一直在苦难伤害委屈误解之中，一个年轻的孩子。然后呢，这些来自于哪儿？来自哥哥们，是他哥哥们种下的恶果。如果没有哥哥们把他出卖，他不会这样子悲惨的人生。就后来法老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什么？梦到有这个七个强壮的牛被七个这个弱牛给吃掉了，梦到七个强壮的麦穗被干枯的麦穗给吃掉了，不明白什么意思，让全国的啊有智慧的人都来给我解这个梦，解不了就把你们杀掉。结果没人能解掉了那个梦。后来这个酒正才想起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我想起监狱里有一个人啊，哇，他圆梦可准了。”我当时就怎么出来一说，法老赶紧给我请出来。约瑟就告诉他，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约瑟就告诉他说：“说嘛，说你那个七个瘦弱的麦穗和七个瘦弱的牛，表示七个荒年，他要吃掉七个丰年。”所以那你应该怎么办？法老说那该怎么办呢？问对策嘛。他说你应该在丰年的时候积累你的财富，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，对荒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然的度过。然后他在荒年的时候用法老的粮食买土地，把土地都买回给法老所有。法老一看这个智慧的人呢，这太智慧了，有神与他同在，所以就让他做了宰相。一个阶下囚，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孩子，他成了一个国的宰相，世界当时最强大的国，像现在美国一样最强大的国。
那个国是厉害的国，你知道吗？有文化的国，他做了宰相，怎么样？结果加拿大荒，这个饥荒来了，他的家人、他的父亲、他的哥哥们，父亲告诉哥哥们去埃及，说埃及有粮，不知道埃及是自己小儿子治理的，你知道吗？去赶紧去买粮，还这哥们一来，约瑟就认出他们，约瑟会怎么样？把他们关到监狱去揍一顿先，知道吗？然后把他一个都扔坑里边去，也给他们让他十年当奴隶，对不对？关到监狱，约瑟没有啊。你知道约瑟，我很感动，就是约瑟最后对他的哥哥们说：“你们是我的弟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是弟兄，你们，我们是姐妹。你的牧师也是你的弟兄，你的长老执事也是你的弟兄，你的小组长、团体主席都是你的弟兄。”我们有什么不能够饶恕的？你的妻子就是你的姐妹，你的丈夫是你的弟兄，你的孩子甚至你的父亲都在基督里边成为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什么不能够饶恕的？我们还活在过去的怨恨中，还在过去活在过去的伤痛中，那个只能给我们带来人生的灰暗，人生不会灿烂。为什么你会得癌症？为什么你会得忧郁症？就因为你没有饶恕，你不能够放下。约瑟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，对吧？他就饶恕了，他满脸都是阳光，他把祝福带给他整个的家族。所以感谢主。所以你看到，我记得我哥哥们，有一年他们来到香港来看我，跟我妈妈一起来。有一天晚上我讲完道回来，他们还等着我，没有睡觉。很晚很晚了，他们就想跟我说话，来一个礼拜都没有机会跟我说话。我除了早上灵修讲道，跟各个省的弟兄姊妹见面，交通，就家里人放在那个房间里我都不管的，因为真的没有时间给他们。我就七天的培训在香港，每一年就七天。结果有一天他们等着我不睡觉，我回来，我看他们等着我，觉得好亏欠呢、啊。我就跟他们讲亏欠，我讲了一大堆我对他们的亏欠。后来我就跟嫂子们说，嫂子不好意思啊，如果不是我闯那个祸，你现在都是官太太，对吧？嫂子说，老四啊，别说这个，我们是弟兄，你是我的兄弟，你平安比什么都好。我还有个嫂子很幽默，说兄弟啊，感谢你啊，你又不闹了一下了，我是不是你嫂子都不一定啊。感谢神，还是你嫂子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就爱神的人有益处。因为你现在咱们全家不都是神的儿女吗？我们在永生有盼望。这世界能怎么样？朋友们该坐牢的坐牢，自杀的自杀，跳楼的跳楼。你胳膊好好的嘛，对吧？安然着陆，又信了主，上帝的祝福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你看到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，约瑟在生孩子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他哥哥，对不对？那是他就已经饶恕了，他就已经饶恕了。他生这两孩子，他哥哥还没来要粮呢，他就已经饶恕了。他怎么说的？他给他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就使之忘了的意思。弟兄姊妹要学习忘记，忘记别人的那句话，忘记别人那次伤害，忘记别人那个你误会，忘记别人的那个脸色，你要忘记他，你才能够喜乐。Amen? 你要忘记他，你才能够健康。然后他给他赐字起名叫以法莲，就是使之苍生的意思。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苍生。这段我读着非常感动。我们受过苦，对不对？我也受过很多很多的苦，但神使我们重新的站立，神使我们重新的苍生。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们有这位神，他爱我们，他让我们经历的每一个苦难、每一个失败都是有益的。因为失败、苦难使我们来倚靠神，苦难使我们对我们有益，使我们知道神的律例，苦难是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回到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的面前。所以苦难是好事，苦难是好事，越早经历越好，越早经历你越聪明，越早经历越智慧。但苦难来临的人不要怕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们来到海外，身份你看到没有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工作，然后呢学习，然后呢家庭，然后房子，我们一连串的压力，一个又一个的压力。我相信如果你靠你自己呀，你真的容易患忧郁症了。
不要怕，圣经怎么说？把你的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圣经说你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你需用的都会加给你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也感谢神，说这位爱我们的神，他让我们学习饶恕。因为当我们饶恕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，我们就不在苦毒中，我们在喜乐中，在平安中，在神的祝福中，我们也能够去祝福别的人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来，我们唱首诗歌，啊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。耶稣基督他的谦卑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放下天上的尊荣来到我们中间。来，我们请自己用弹这首诗歌，哈利路亚。他来到我们中间来认同我们的苦难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，破碎了身体，所以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教导我们要学习饶恕，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卑微顺服，舍命在十架上。谦卑的君王，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我得意只因你边上无尽恩典，我心甘。起来，起立。释迦的爱何等奇妙，超乎我所求所想，洗净我罪，脱离污秽，穿上公义洁白衣裳。释迦的诗歌的时候，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。他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当你唱着诗歌的时候，你跟主说：主啊，让我赦免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也求你感动那些我被我伤害的人，也在基督里面饶恕我。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一个新造的人，让我们宣告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我所求所想。
穿上工衣，洁白衣裳，释迦的爱何等奇妙，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带我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，释迦的爱何等奇妙，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带领我在活里无悔，在山中你洁白衣裳，释迦的爱何等奇妙，我生带我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，释迦的爱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差派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将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爱我们，不管我们走得多远，不管我们多么迷失，当我们回头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就用笑脸来欢迎我们，用你的爱来包裹我们，用你身上的宝血来洗净我们，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让在基督里边可以彼此的饶恕，彼此的相爱，一同来行走天路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如果你没有信耶稣，愿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你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！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感谢主，你愿意成为新造的人吗？举起手说：“主耶稣，我愿意。”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还有吗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下面有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还有吗？下面有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高声主耶稣，我愿意！哈利路亚！愿意！下面有，哈利路亚！不要背着耶稣基督！感谢主！如果你还已经信主了，你心里面有伤害，需要主来医治你，让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从此以后不再忧虑，因为有神的爱紧紧地拥抱你，包括你，你也愿意举手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请你来祝福每个举手的弟兄姊妹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如果你身体有软弱有疾病，你需要神来医治你，也举手，主耶稣，我愿意，我知道你会医治我的疾病，使我成为健康的平安喜乐的上帝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所有举手的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祝福。我们请思琪。带我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
从今以后，从今以后，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，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，忘记一切的伤害，忘记一切的伤害，活出喜乐和平安，活出喜乐和平安。我愿意，我愿意把我的家交给主，把我的家交给主，把我的配偶交给主，把我的配偶交给主，把我的父母交给主，把我的父母交给主，把我的孩子交给主，把我的孩子交给主。我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我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我要建立彼此相爱的家庭，我要建立彼此相爱的家庭，我要建立荣耀上帝的家庭，我要建立荣耀上帝的家庭。让我和我的家，让我和我的家，世世代代，世世代代，侍奉耶和华，侍奉耶和华，讨上帝的喜悦，讨上帝的喜悦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愿意从我开始，我愿意从我开始，跟随你，跟随你，让我的家族，让我的家族，世世代代跟随你，世世代代跟随你，荣耀你，荣耀你，一直到永永远远，一直到永远远。